医生跟我讲了，我是大肠癌大概是第三期，真的整个人已经好像啊没有希望了，因为都没有经验，满个脑袋是就是想这些，不是死的就是惨的。医生一宣布了我有癌症的时候，没有一次想过我会再活多一年或者几多年，没有的，是一路想着我怎样去死，那种精神虐待真的很辛苦。我名叫徐华基，我今年58岁，在医生证实我已经患了有这个癌症的时候，我在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落魄的，大手术出来的时候又要挨过那段时间，那段时间最过了，开始我就开始去吃那个电摩的药，我电25次，在我电25次那次的一半的时间又开始又要去做打电摩，哇，好惨。我好憎我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中到这种病，原来中了这种病啊，是这么辛苦这么折磨我们人。真是好彩，我就是遇到有一个贵人，这个贵人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我的，他的名字叫做 Mr. Chai， 他叫我来东部，这间癌症中心就是在这个蕉拉东部启业癌症中心，他教我怎样过这一关。所以人来癌症中心里面讲过一句是很普通的，但是很顺口的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我学到了这招，这么多关都被我过到今时今日，在东宝很多那些工作人员那些小仙子帮手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劝我们怎样过这几关，他们真的帮了我很大忙。我首先现在在这里多谢东宝各位小天使，各位工作人员，他给了个希望，我是我今时今日是我不可以忘记的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做到了，东宝也有几样的药品，他介绍了我，是我吃到现在我很精神，他有一定的好处给到我。很简单的，我在由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到今日已经，而家访问紧我嘅系已经年纪咗，我已经系精神咗先至同你讲呢一番说话。我一路都有食紧呢个东宝俾我嘅，佢嘅天仙液啊、骨安宁啊。你哋如果系有呢个癌症嘅人，千祈唔好放弃，俾翻自己一线嘅希望，你试下睇下。我不可以说这个是仙丹，我可以叫你们试试，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希望。东宝的工作人员又介绍过我们，又提醒过我们，中了癌症是有希望的，是我们不积极的，我们不去参考，我们不去明白那个癌症是怎样得来的，是我们根本上就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我好彩遇到 Mr. Chai 呢个贵人介绍到我嚟呢个东部，所以我有今日，我已经明白好多咗。原来癌症唔系咁可怕，系可怕嘅系我哋唔去积极，我哋放弃咗，呢个就系正可怕。每一样嘢冇等到嚟冇机会嘅时候，我哋净系怨言，去怨天去怨命，冇得怨嘅。知道。Mr. Chai 啊，因为啊，我第一次接触他了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大肠癌几久了？”他讲：“你一两年了。”第四期，还到一两年了，现在还将活泼了。啊，我有听我朋友讲，我还没有见到他，他有跟我讲，他又爬山去玩水，啊，
所以这个心情就是，哎，你在哪里？你是什么中心？你们是玩的是什么活动？就是这种，好像有一种那种希望的风吹过来，推动了我，好像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希望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！你今天真的要恭喜我，恭喜你啊！什么事？大好的消息！什么消息？一大早啊，我就去见，啊，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消息。什么？恭喜你没失去，因为现在你的 IC 包已经 normal 了，我的富二代可以跟你拨回去了，什么东西都放下了，啊，真的，啊，多谢你们，要谢谢你自己，要谢谢你自己。有你就有我，对，啊，你自己不活出来我们帮不了你，但是你想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帮人，对不对？现在接下来你要帮更多的人，对，你会活得更好。 没问题，对，这一年都很难熬。对，你知道我刚才医院出来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知道吗？啊，Ivy 都 很明白我的心思的，一定是 Mr. Chai 啦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你又知道了，因为Mr. Tai 是我贵人嘛，我以前你讲过嘛，他不带我来东宝，我都没有今天。对，感恩。这个带弄到我很慌张啊。不过现在你要感恩，不是这个带你遇不到 Mr. Tai。对呀，哦，大家都是富二代。现在你们大家起来，大家起来了。第一个 Mr. Tai 我打电话，他第一个恭喜我。对，下一个你要恭喜他。我要等到这一天。对，啊，坏了，坏了。这一天就是我们要等待的，因为有他才有。对，我都没有想，啊，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了。对，今天是，最后两天了，15年的最后两天。